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Patrick。 那么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啊，它就是可以有很多 cashback 啊，你每买一样东西它都会有 cashback 啊。那么这些这样子的 cashback 呢，对一些人来说，它也可以是自己的 cashback， 也可以是你卖出东西之后的 cashback 啊。当然它的东西你也可以放在 Shopee 啊、Lazada 或者其他地方去卖啊，但是这个就是一种 dropshipping 的方法啦啊，但是你不能够用Shopee 里面的那个 standard 的supported 的那个 logistic 啊，你一定要用其他的 logistic 啦啊，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如果你用 Shopee 的 standard 的话，你可能 ship 不了啊，或者是 Lazada 的你也不能够 ship 了。那么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关于这个网站的话，你一定要把视频看到完啊，而且在视频的最后面我也会把我一些收藏拿出来免费的送给大家啊，但是你一定要把视频看完啊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网站是什么样的网站啊，它就叫 shop.com 啊，这一家其实是一家美国公司，那么它在马来西亚也设立了分站啊，卖就是马来西亚了啊，那么它是一家美国公司啊 ，e-commerce 的美国公司，而且是历史悠久的公司了啊，所以你可以，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注册一个账号啊，那么在这些。你注册账号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去买里面的东西，然后它有一个回馈啊，就是 points， 他们这个 points 啊，你看这位 points 啊。那么它在马来西亚的站呢，东西还不是很齐全啊，如果你跟美国的那边比较的话，那么它的东西就有显得比较少啊。那么当然它的 category还是蛮多的啊，还是蛮多的。那么你们可以去看看啊，因为这个 Christmas 要到了，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可能都开始在购物了啊。那么如果你在Shopee 和 Lazada 购买的话，你没有 cashback 啊，它只给你一个那些 coins。那么那个 coins 虽然是有些人很喜欢的。但是你算到来啊，它其实是一个几分几分而已啊，是非常低的那个 value 了啊。这里呢，就是给你 percent 后面多少 percent 的 cashback 啊，它自己把这个钱还你啊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来点其中一个 category 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适合我们的。这是 health 的 category， 这是 health 的 category 啊，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啦啊 ，isotonics 啊，那些 brand 他们的那些 brand 啊，看样子是 OK 的啊，看样子是 OK 的，但是他要买某些 value 之后，他才有 free shipping 啊，他 free shipping 390块。买390块的东西才有 free shipping， 然后你买一样东西还有 2% 的那个 coin points 的回馈，所以你买的越多，它就回馈越多了啊，这样子咯。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在 Shopee 那边卖的啊，应该在 Shopee 都比较少了，比较不是说没有了，应该是还有的啊，比较少人会用这里的东西去卖了啊，那么还是可以赚的 啊，可能是不是赚很多，但是还是可以赚的啊。但是记得，如果你要用这个 site 的话，你就要用non SSL 啊 ，Shopee 里面non supported Shopee logistic 啊，你不能够用 SSL 啊，这样子。我们点进去其中一个产品，我们来看看啊。
好，这是它的vitamin C 啊 ，vitamin C 啊，你可以看到它的照片是可以抄的啊，这边是可以抄的 CNS 啊，你可以抄它的照片。然后它的 description 是没有什么 description 的了，啊，没有什么 description， 所以啊 ，maybe 你们可以自己写一点哦，啊，这样子咯。然后这个网站呢，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呢，就是它的那个information 呢都是很公开的，啊，很非常公开的。例如它有什么 options 啊，啊，它甚至它可以 calculate 你的 shipping， 啊，你打一个 postcode 下去 calculate 一下，它就知道它 shipping 是多少，啊，多少钱呢，啊，所以就非常的open 呢。啊，它就非常的 open transparent 啊。好，这个网站呢，可能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收入了啊。如果你把它卖到Shopee 那边去，它可以为你带来一些收入啊。但是这个收入呢，就是手停口停的啊，手停口停的。那么如果你想创造一个一万块，每个月一万块的被动收入。啊，即使你没有做，他也有那个收入的话，那么来找我聊。啊，当然，这个疫情啊，教会我们很多东西。啊，其中一个呢，就是一个人在一生里面一定要创造一个被动收入。啊 ，Warren Buffett 说过，啊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一份可以让你在睡觉的时候也可以赚钱的话，那么你一定会工作到你死。啊。我们不想要有这样的工作了，我们也不要有这样的生活，这会拖累我们整个家庭，包括我们的孩子，那么有一天如果你不能工作了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疫情再来啦，还是其他的疾病再来了，我们又要 MCO 啦，还是什么，还是任何原因，你不能工作了。你还有一份收入啊，这是才是最重要的啊。那么我呢，就最近呢，就是一直开发这个被动收入的那个行业啊，所以我有一点心得了。所以你们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，你可以来找我聊啊。那么我的 contact 呢都在描述栏里啊，你们可以去找，点一下就可以找到我了。好，就到今天呢，我就要送出一个那个 video 啊，一整 set 的 video。那么在描述栏里有它的 download 的 link， 然后你们可以去看看，点一下，你们就可以从 drive 然后 Google Drive 那边把它 download 下来。啊，那个东西呢就是属于你的啦。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。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点个赞啊，分享我的视频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啊，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好，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